各位好，我叫 Miles， 我现在要来录歌唱学美语的大约五分钟的这个教学示范带。好，首先我们先来看我以前在大概2005-2006年的时候，在地球村美日语，现在变成美日韩语了。在那个时候，在他们还有歌唱学美语这个课程的时候，我们学了不少的歌。我教许多学员底下这些歌。很多歌，对吧？那现在我们就以一首这个 Rod Stewart Sailing 这首慢歌，我们来做一个教学示范。好，我们先听一次这首 Sailing。好，我们先听到这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这个歌词，旁边有翻译。不过我们先把第一段，我们先读一次。I am sailing, I'm sailing home again across the sea. I'm sailing stormy waters to be near you, to be free. 在歌唱学美语的时候，在学习的过程中呢，最大的问题除了旋律之外，另外一个要克服的就是对这个文字的歌词的熟悉。那毕竟不是中文，所以要先把它念熟。好，那通常念熟之后呢，我们就开始，我会再放一次这个带子，然后呢同学跟着唱。那接下来呢，有可能就由我自己来带着同学来唱。我现在就来示范，带着同学唱一次。I am sailing, I am sailing home again across the sea. I am sailing stormy waters.
To be near you, to be free。好，那通常同学就会在这不断的重复的过程中，然后我们就一段一段，甚至一句一句的开始把这首歌从头到尾给它学完。那当然，如果行有余力，回去多听几次也是会有帮助的。好，我先录到这边，谢谢各位。